这家有个生鲜超市，进去看看。鸡翅、鸡腿，完快九毛吧。哇，那点肉啊！我都卖空了。小白菜、香菜4.9元，韭菜4.3元吧。韭菜4.9元吧，4.3元吧，韭菜。嗯，大头菜1.85元吧，绿茄子4.3元吧。没有白菜了，对吧？大白头菜，大头菜1.9元，1.85元吧。这大白菜吗？2.5元吧，大白菜。大白菜2.5元吧。大白菜。干2.5元吧，这花菜便宜。这花菜不行，这花菜花菜，土豆花菜9.9元，但是坏了。土豆1.2元吧。这算还行，还行是吧？土豆。呀，他这土豆挺好啊。啊，整点不？那不上他那去搁这买呀？去回来的。啊，回来。我几点下班？6点。回来倒着，回来倒着。这土豆挺好是吧？土豆挺好，待会儿回来看。大白菜贵了，2.5元吧。这不上他溜达溜达买呀，回家。去吧去，你看，白菜几个？白菜还有两颗呀，那你看看。我去别家逛逛。这是二道街那顶是吧？二道街。啊？啊，那头。呀，关哪儿嘞？什么？看那前头关门，这里头关门了。看看正门，看看关门，好像关门。灯都没开，关了。早上，初一、初四，8点到12点，早上开了。我是8点到3点钟。啊，明天初五，今天初四吗？嗯，初五8点到5点来晚了。对，嗯，那早上开8点到12点，初五是8点15点，初六、初七是7点半到18点，初八以后正常。来晚了，门口都卖挺多的。拿你拿呀，不拿我就上分桌了。走吧。贵倒不是，就多的也卖。啊，这都6元。啊，都8块钱卖的。外边有卖菜。变了，超市卖4.3元，你这还3.5元。你买多少钱？我买那个头春姐4.98元。关键也变了，这。2.5元，这块五，进口胶。一把这可甜了小。一百。这个一把这好大的。超市卖3块多的。来2块5来天津便宜来。那。能路过那地方不？走，走，没有车。那香蕉不好啊？不好，过活了。反正完你要吃不了就收了，可惜。这咋卖嫩店呢？干啥呀？他这个地，等着，放大了这个。对，刮一阵风，刮了一阵风。哦，我现在到那个新龙家超市了，但那个新龙家没开。这什么路？没有什么路啊。不知道什么，地名叫什么？那新龙家没开。人走，哇，人真的很不多，人真的不多。买点土豆，买点土豆。买点香蕉。买点土豆。
好了，咱们走了。二门有意思的再给大家分享。拜拜，再见！记得订阅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拜拜。